迎收看布基 TV 之义工坊，我是布雷诺。今天是义工坊之第六集。不知道各位观众知不知道 Love Life， 它有推出过动画和游戏，内容主要描述是一群少女为了拯救学校的存亡而共同组成了一个校园偶像团体。如果你看过 Love Life， 那接下来的内容你一定不会陌生。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作品，纸雕 Love Life Minami Kotori。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可以按赞或是订阅本频道。左边有上一回的影片内容，而我们也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点击观看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See you!